进步真正的做法。谢谢。那以后找你来咨询的话，你会咨询吗？一样，这个议题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哈，就是关于备询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是依循法规，尊重体制。但是关于一些公共的政策，有关北农的，我们需要专案报告或者议会需要我们来做说明，我们都会来。